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今天这支视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冬季修剪后的果树现在的状况。首先我们来看枇杷树，之前有人给我留言说，实生的枇杷树一定会结果吗？当然不一定，但是有希望总是好的嘛，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好好的养护它，希望有朝一日它可以结果。牛油果树今年一共结了30多个果实，这是它第一年结果，所有的牛油果都已经被采收下去了。现在呢，牛油果已经进入了今年的开花季，花还是非常的多。之前有观众给我留言说，我的牛油果养了十几年，一直都是只开花不结果，那我怎么样才能确定它是 A 型还是 B 型，从而让我去买另外的一个型来跟它去授粉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难的。当然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牛油果树开花的时间来去大概的推测一下它是 A 型还是 B 型，但是我还是觉得为了避免我们的判断有误，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去再买一棵自授粉的牛油果树。这样的话，不管你现有的这一棵是 A 型还是 B 型，它都可以和那一个自授粉的树进行这个花粉的这个 pollination。自授粉的就是它 A 型和 B 型在同一个植株上面嘛，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现有的这棵只开花不结果的牛油果树有机会去授粉了。柑橘类的果树呢，在去年的修剪之后，今年新的枝已经全部都发出来了，这种嫩绿的颜色的就是新枝，目前看来生长状况还是挺好的。这棵柠檬树我修剪的比较狠一些有很多比较大的一些枝条也全部修剪下去了，但是现在看来生长状况还是不错，很快又要开花了，还有之前的柠檬在树上没有来得及采摘下来。金桔树就更不用说了，一向是所有的柑橘树里面最好养活的一个，在经历了超级大修剪之后，它现在所有的新枝都长出来了，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一边长新枝，所以这个树真的是非常好养，而且四季常绿。这一棵呢是另外的一个橙子树，这个橙子树我觉得修剪的不是很到位，对它下手轻了些，所以现在可以看出来老枝和新枝已经交互在一起了。那过段时间呢，我会再对它进行一次修剪，让它中间的这个位置的叶子不要这么密集。这一棵就是 Costco 买的一个高产的橘子树，修剪的也是比较狠一些的，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有的位置有花开出来了。这是我的李子树，去年的时候也和大家分享过，李子树由于结果太多太重，在大风天之后主干枝被风吹断的悲剧，所以呢在去年冬天修剪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砍了一半下去。当时也有朋友问我说，你不怕这样李子树会死掉吗？现在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成果，它没有死掉，而且今年的新叶和新枝也已经长出来了。当然今年是否还可以开花结果，我暂时并不是很确定，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的果树长得太过于疯狂太高了，或者是已经到达失控的状况的时候，其实砍掉树的上部的三分之一或者是一半来重新塑造一下树形，的确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樱桃树也是一样的，樱桃树我是砍掉了上部的三分之一，砍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结果太多，反而是因为结果太少，所以呢，樱桃树的话，大家知道樱桃好吃不好摘，这个树砍掉一半的话，我的确是有点担心它会死掉，所以只砍掉了三分之一，看看会不会促进它的开花结果，看看今年的产量会不会好一些。这边是一棵山楂树，它是不是中国山楂的那种品种，以前的话是一直种在花盆里的，今年地里有地方了，我就把它移植到地里去了。现在呢长得挺粗的，也有新的叶子出来了，不知道今年是否会开花结果。
这边是富士苹果树，去年有在视频中教大家怎么样为苹果压枝，所以现在看它已经开花了，让我们来看看今年的产量。在上次大风天的时候呢，非常不幸，我的花椒树被旧的篱笆直接拍倒了。因为它的主枝是比较硬的那种，所以直接就被拍断了。其他的这些侧枝呢，相对而言比较年轻，柔韧性稍微好一些，所以比较 lucky 的是它们没有被拍折，只是稍微歪了一些。主干枝呢，我已经从根部把它直接锯掉了，因为留在那里也没有什么用了，所以现在这个整个的花椒树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布什的形状，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把它的形状塑造回来但是 anyway 现在这个状况看上去长得也还可以。蟠桃树的表现依旧很优异，叶子很茂盛，那小小的蟠桃也正在生长中，今年看起来没有去年结的小果子那么的 crazy， 但是过一段时间还是需要去帮它进行一下疏果的，目前看来一切还都是比较不错的。杏树已经是来到我家的第三个年头了，现在呢还没有任何开花结果的迹象，我现在一直还在着重于塑造一个好的树的形状，所以希望明年的时候吧，它有可能可以第一次开花然后结果。柿子树经过去年的大修剪呢，现在也长出了嫩绿的新叶了，这一周工人会过来更换这一侧的篱笆，希望更换的过程中不要对树体造成什么样的损害，期待今年有更好的收成。最近呢，我又进行了一些新的育苗，包括丝瓜、冬瓜，因为之前移植到地里的一些甜瓜夜间温度太低了，所以它们没能撑过来，地里就有一些空的位置了，所以这一轮育苗就算作补苗吧。苦瓜的生长依旧是非常非常的缓慢，估计看目前这个生长速度的话，还可以在小的 greenhouse 里面待大概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再出来。如果大家对种冬瓜、丝瓜、黄瓜之类的有兴趣的话，现在也可以开始育苗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欢迎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